我可以寄给你们哈。好，咱们现在一起做一做哈。这个是在网上的练习。第一个prepare tea where 是哪一个？ prepare tea where 是哪一个？prepare tea where 是哪一个？哦，不对哦，我这个都给你们了啊。没关系。prepare tea where 是哪一个？知道吗 ？OK， 没关系，我这个回去改一改，再给你们做哈。You don't have prepare tea where here. 有，我们有。没有。没有。没有。OK， 我们有一个什么句啊？谓句。OK， 我们这边做吧，我们这边做哈。好，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好，请你念念。走静态到动态。到动态啊，从静态到动态，很好。第二是第一步哈，从静态到动态，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谁知道？背水。对了，背水。OK， 我现在打开一个东西给你们啊。背水是什么意思啊？背水 prepare water， 其实应该是背杯了哈。背水那背水是什么意思啊？背水 prepare tea， 背是什么意思？背是准备的意思，对啦，所以备是准备的意思 ，OK， 所以备是因为在那个中文里哈，书面语就会短一点 ，OK， 所以备水就变成准备，就变成备一个字啊，不会是准备两个字哈。所以现在背就变成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准备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是准备，如果你想问你想问你的朋友is the water prepared well? Is the water ready? 应该怎么说？Is the water ready? 怎么说？水准备好了。问题哦？妈，谢谢。所以水准备好了吗 ？OK， 水准备好了吗？所以呢，因为在 in written language， 在书面语。准备就变成备水 ，OK， 准备备水。我这个好像不能给你们拼音的哈，因为这是播，这是简繁体字。我看看行不行？啊，可以，好棒的。好，我的机器可以啦，其他的人的机器我就说不了。OK， 备水，好，这是第二步，是不是？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温壶。好，温壶。温壶。温就是 to warm， OK， 温壶。要先温壶，把壶弄热一点，走温壶。温壶很好，要先温壶。好 ，So 如果你说 Did you warm up the cup? Did you warm up the
kettle 怎么说？你温壶，温壶了吗？温壶了吗？那怎么回答？啾啾，你温壶了吗？温好，温壶了，温壶了，嘿，温壶了。如果 no 怎么说？还没呢，还没呢。对，所以 yes 温壶了，温壶了，温壶了。嗯，还没呢。OK。好，还没呢。OK， 第四步是什么？第四步是什么？备句啦，对了，备句，备是什么意思？准备。句是什么意思？句是工具。工具。Tools。所以备句，就是准工具准备好了吗的意思。OK， 所以备句是工具，工具。准备好了吗？好，再下一个是什么？那是第几？那是第四，是不是？第五是什么？视察。很好，视察。等一会儿哈，我看一看，视察。视察，视又是什么意思？视是认识的意思，所以你认识不认识察，所以你要看一看哈，视就是认识。老师，你看不同茶的时候，你认识不同的茶吗？认识。你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茶吗？可以，不同的茶叶，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茶叶是细长状，对不对？像乌龙茶，它是卷球状。那有一些茶叶它是梗状，细细长长的。那所以不同的茶叶，有的时候你摊在手上就可以判别它是什么茶种。对，因为不同的茶叶它炒热的时候收起来的，有一种是茶叶它会收卷，有一种是茶叶会像毛毛虫一样。所以很多茶叶拿在手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茶。OK， 老师不知道哈，我给他挖了一个坑，他要下去。为什么呢？下礼拜我们会带很多茶，然后让他试茶。开玩笑，不会的啦。好，然后试茶，然后下一步是什么？第六。赏茶，对了，赏茶，好，赏茶的赏是什么意思 ？OK， 赏茶是欣赏是 appreciate 的意思 ，OK。我很欣赏你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OK， 赏茶 ，again is written language， 所以 they only took the back part， not the front part. OK， 所以赏是欣赏的意思 ，appreciate， value appreciate. OK， 我很
If somebody says to you, 我很欣赏你，意思就是说我很喜欢你。Okay? 欣赏。We appreciate art. 我们欣赏茶。我们欣赏在海外我们欣赏咖啡，在意大利我们欣赏红酒 ，OK、oh. 都会喝酒 ，OK， 所以我们都是欣赏 ，to appreciate something， 赏茶。好，下一个六第七是什么？第七是什么？温气。对啦，中。温就是 warm up 哈、啊，中就是 a kind of bowl， OK， 中温中，中 is a utensil， 温州温中这个中，好，你们看看哈，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看不到，这个汉字，这个汉字。有几个 components， 这个汉字是怎么做成的？什么做成的？上面是钟，对了，下面是雪，这不是雪，这个是一个 radical， 是一个 utensil 的 radical， 所以这个就是钟。所以是一个 tea utensil， OK， so 温中，这个 the top part gives it the reading， 中， and the bottom part is actually a radical that to do with utensils， OK， 因为这里面还有没有这个 radical， 找一个字还有这个 radical 的。轻中，那个还有一个字里面呢，那个轻中也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也有这也有这一部分，温就有了哈，对了，还有什么？我看一看呢、啊，盘子有没有啊？轻中。气中风草，有那个第二十四，对对对，气中，对了，很好，所以有很多字都有这个 radical， OK， 都有下面这个的中， OK， 所以温中 warm up 的 utensils， 好，下一个第八是什么？制茶，很好，制 again， 茶 ，OK， 制茶，OK，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制。这个制的what makes of 制 this character？ 上面是温，不是，都在上面哦。温中没关系，他们已经学会温了吧？哦，我温在这里 ，OK， 好。这个上面制，好，也是有两 ，there are two bits， OK， the top bit and the bottom bit， OK， 这个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个直 means straight， OK， but the reading 直 second tone straight， and then。他们把声音 they borrow the sound into the character so to make it 智 is fourth touch now 智 meaning to place 但我们学过一个字
What is to place? 你把桌子放在哪里？所以置就是放置的意思。放置。Okay, 放置。放置。放置 means to place. This is a more classic, more written way of saying things. Okay, again, they've taken the second part and they don't use 放. 放 is too colloquial. So to make it more elegant, they say 置茶. Okay?但是你不要跟人家说请你制鞋，让人家脱鞋的时候让请你制鞋，人家说你在干什么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不能用哈制茶比较书面语 written language 放置好放置 place、我不写了哈好，下一个这是第几啊？这是第八了，是不是？第九是什么？第九是什么？闻香。对了，闻香。很好。好，那个 JoJo， 我老师说。你请闻 ，OK。当你说请闻的时候，这个就是闻了哈。但是闻 is to smell。There is another word is to kiss。So I'm not quite sure whether you want to kiss me or smell me. Either of those is not very good. 所以 when you ask me, you have to say 请闻 ，not 请闻啊。请闻。OK， 请闻。好。Now, what's the one made of in terms of characters? What's this radical? Men. That's right, men. I'm not quite sure why the ear is inside the door when you are smelling someone. Don't ask me. it's very strange. But one also means to hear. That's why you can have the ear in there. Okay.Why are here and smell the same? I don't know. Anyway, 好，闻香，所以就闻东西 is to smell something. Okay. 好，第九、第十是什么？第十是什么？冲第一道茶。倒茶，对了，倒茶。倒茶 ，OK， 好，等会儿哈，我给你看拼音。好，这个倒 ，OK，What's the red? What's the components of this word? 啊？It's not, it's 人 radical, yeah? And where did the reading come from? The Dao. Dao. So the reading is Dao. And this part is Dao. 你到了吗? Have you arrived? 你到了吗? 这个呢是人, so 倒茶。倒茶,对。Pour. 前面的汉字不一样。什么？倒一样，倒茶一样吧？不一样。不是啊，这是十一那边倒茶的倒一样吗？十一。一样啊。十一不一样。倒茶。这个倒茶。这个不是这个道、oh. 是这个是这个道茶哦、oh. Eleven 这个A 是哪一个、oh, 我搞不清楚道茶是这一个 OK 啊我知道你讲的是那个道茶另外一个道茶一道茶道 OK 一道茶第一道茶好
好，这个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路，但是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给你疗程。啊？我有一个 number， 这个是什么？是量词。对了 ，somebody said 量词 measure word。Okay， so the measure word for a tea is 第一道茶，第二道茶。Okay， so it's a measure word。Okay， 所以是第一道茶 is the first time round 第一道茶。Okay， 不一样啊。好。好，现在我们到哪里了 ？Where are we？ 我们到哪里了？第九题。道场。对，道场。好，十一是什么？十一是什么？计时。计时。计时。不是，十一不是烫杯吗？计时。哎，十一是什么？计时。啊？努比亚，你知道十一是什么？计时，是计时啊！哦，那我写错了哈。十一是计时，那烫杯是？烫杯在下一个。OK， 那就是我是烫杯十二，那我就很多都错了。好，计时，计时，计就是to calculate，OK、okay?。所以计时是计算时间，时间的意思。对呀、啊，计算是计算时间 ，so calculate the time， 计算时间 ，OK， 计算时间。老师，我整个茶艺。我们要计时，可能要多长时间？示范一次。全部做完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OK， so 计时，好。计时。等会儿啊。好，计算时间 ，calculate the time。然后下一个是哪一个？下一个是哪一个？烫杯。对了，烫杯。哎，你们看“烫”这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烫啊？烫。四声哈，很烫。OK。为什么这个“烫”烫杯这个杯子会很烫啊？Okay, let's look at the characters. What's it made of? Yeah, you look at, you look at tang soup. Okay, yeah. When you have hot soup, it's very hot. 然后底下是什么？火。soup 火有水。对，又有水，又有火烧着，又是汤，很烫。所以烫杯 to 烫杯是什么意思？是需要很烫的烫杯。我们要喝茶的时候，茶的温度，同学有没有感觉？老师从保温瓶拿出来的水比较热，对不对？可是这个可以保温吗？不可以。所以我们要先用热水让它的杯子有到热度，茶倒下去才不会凉掉。Okay, 所以我们要烫杯，让杯子的温度升高。Thomas， 在意大利喝酒也是what was it? When you drink alcohol in Italy, there is a ritual. Do you need to have cold glasses or warm glasses? It depends which alcohol you drink. If it's red wine, what do you do?Right now, you never drink wine as cold. You never drink wine as cold. So, when we drink wine in the West, you need to let it breathe. Yes.
What does it mean? To open the bottle and wait for mix with oxygen. Mix with oxygen. So the wine is more warmer is more supportive, it's more fragrant. Right. You see? They have to.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我只会说英文了哈。喝酒只会说英文。Generally, cold alcohol, cold drinks is American because also in Europe, beer shouldn't be cold. Wine shouldn't be cold. And now it is because it's American culture coming back to Europe. We drink now cold beer. But traditionally in Europe, beer should be like the temperature of a room. Yeah. Oh, yes. And wine too. Yeah, very interesting. See? And the biggest mistake you can do is to put the ice into the champagne. Champagne cannot put ice. Is it? Which I do. Cannot put ice. Champagne cannot put ice. Yeah, never. Because champagne you drink, actually champagne you drink cold. But you have a ice bucket. And you cold it with ice around, but never put the ice inside. So for me, here we call it tang bei. For champagne we call it 怎么说? Lung ping. Because we have to keep the bottle cold, right? Yeah. So, 你知道. Okay, 好,知道了. 下一个是什么? 倒茶. 已经到了吗? 我怎么一天到晚倒茶? 烫杯了,烫杯以后是什么? 倒茶吗? 你刚才不是有倒茶了吗? 我看一下, 闻香下面应该是 冲第一道茶。 原来是那一个, 所以有人问, 不是那一个, 不是那一个, 好, 我来移这个, 哈, 不是那个。 Yeah, that's right. OK, 现在才是倒茶, 是不是? OK, I'm gonna do this. 第一步是从静态到动态，对，所以第一 I'm gonna write this down, otherwise 从静态到动态 OK, so that's one 第一步 从静态到动态 好, 好 第二步, 背水是不是背水对我会举办 因为我要你们下礼拜做哦 第三个是温壶 第四个备具，第五是试茶，第六是赏茶，第七是温中，温中，那七个是温中，不是吗？对，是温中，好。 第八是制茶，对了，制茶。八，好。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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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香，温香。第十，十二，烫杯，对了。十三，倒茶，很好，谢谢。十四呢？十三，十三倒茶。 十四是什么？背背。十四是什么？背背吗？对。背背 ，OK。
一杯是什么意思？十三还是一杯？准备，准备杯子，准备杯子，对。准备杯子。好，等一会儿哈，我把这个也给你们听听。好，第十五是什么？十五是什么？什么？分茶。分茶，很好。第十六是什么？分茶是 to share the tea， 分享的分，对，分享的分 ，OK， 好。分茶，还有第十六是什么？端杯吧。端杯，奉茶。对不起哈，我是北京人，我不会说奉茶。对呀，奉茶。端杯奉茶。对，你们知道奉是什么动作吗？不知道。老师，奉茶是什么动作？是跟谁？奉是什么？奉是皇上，我们奉。奉茶，这样子 ，OK， 奉茶，对，由下往上，从下到上，奉茶，对，奉茶，端杯就是 to carry the cups， 奉茶 ，OK， 端杯奉茶。我想问问老师，谁应该奉茶？晚辈，懂吗？晚辈、the younger generation， OK，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辈分 OK， 辈分 is seniority， OK， 你要知道谁比你大，你不可能叫最老辈分很高的人去奉茶，就不对哈。OK， 所以奉茶辈分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是这个份，是这个份吧？哎，是这个吧？对，刚才写错了，选错了，辈分。对 ，seniority，OK，seniority。所以中国人一见到你就要知道，就要问你什么？你多大了？很重要，因为他们要知道辈分，他们要知道你比我大还是我比你小 ，OK？ 所以很重要，辈分。对啊。十七是什么？我的都乱了。冲击的道理。十七是什么？冲第二道。冲第二堂。冲第二道茶。所以第二道茶比第一道茶好吗？老师。第二道茶，茶叶通常在第一道的时候，它刚展开它的茶叶，它没有办法释放全部的精华，所以第一道茶的味道比较淡，第二道茶比较浓。OK， 淡，懂不懂？淡，淡 means mild。OK，
好像我们说台北人的菜很淡，是不是？都点头。台北人的菜很淡，就是没有盐，也没有酸，也没有什么，都很淡。但是北京菜，我是北京菜，很也不能说浓了，浓是 thick 啊。北京菜，北京人的口重。We have a heavy mouth, means we like salty food. OK， 所以台北菜太淡了。Alright， 所以淡是这个淡。淡，mild， 然后它的 the opposite 是浓 ，which is thick，OK。你们喜欢喝淡咖啡还是浓咖啡？浓咖啡，我不喜欢。淡咖啡，你们喜欢浓咖啡啊？哦，那个 Thomas 喜欢什么咖啡？淡咖啡还是浓咖啡 ？I don't drink coffee at all.You are Italian and you don't drink coffee? I'm Polish. Oh, you're Polish? Yeah, I'm sorry. Who is Italian? Somebody is Italian. Lorenzo is Italian. Okay. Yes, the Italian is really here. Polish, you drink what? You drink the vodka? Only from the morning to the evening. Vodka? I don't know. you have a liquor that's 65%, 98%. Ah, really? It's called spiritus. Yeah. Okay. So what's 18? 18 is what? 18. 18 is what? 谁知道18是什么？18是池中奉茶。池中奉茶是最后一个哈，是池。池中奉茶。池是什么意思啊？池就是拿着的意思，端着的意思。酒松吗？对呀，对。哦，这个拿吗？对，拿着的。拿东西。对，池中是另外一个字了，池中就是拿着杯子奉茶，啊，池就是拿着的意思啊，拿着。拿着杯子奉茶。第十九呢？十九是什么？十九是哪一个？十九是茶食工艺。茶食工艺啊 ，snacks 啊，茶食工艺。茶食食茶食。哦，饮食，茶食供应，对，茶食供应 ，OK， 好，茶食供应 ，OK， 首先，茶食是什么意思啊？食，food，yeah，but what's the proper word？Again, there's a shortening here. 食是食，食物 is goods. It's a food stuff. Okay, 食物 物是things. 食物是 food stuff. Okay, 食物 So 茶食供应应该是医生供应还是供应？他为什么给我四声？应该是医生哈，供应 to provide， OK， food snack provision， 所以供应是 provision， OK， 供应。我给你这个，他们为什么给我四声？应该是医生，我改一改啊。
怎么翻译? 什么? 怎么翻译? Provision, the provision of tea snacks. 哦。懂吗? 还好你们懂英文哈。二十是什么？二十是什么？二十是什么？去下。什么？去下。去下。去去渣。去渣。对了。去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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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香 dregs 去渣就是渣 sediment 不要的东西去渣对你们说茶我们到我们在茶艺中第一杯茶最好还是最后一杯茶最好第二个茶第二道茶最好但是第二道茶的第一杯最好还是第最后一杯最好第一杯最好最后一杯好不好老师说不好为什么第二最后一杯不好因为有去渣去 is to get rid of so 渣 is sediment 因为有渣谁喝最后一杯老师谁喝最后一杯年纪最小的喝最后一杯、啊、所以因为辈分吗我们讲辈分吗所以渣子 is 去 means to get rid of OK 去你们其实听过哈去因为喝摇手茶的时候他问你去冰吗什么意思去冰 do you want don't you want ice 他不说去糖但是去冰 OK 去冰 no ice no ice 所以去是不要对不要的意思不要的意思对对对渣就是dregs OK 二十一是什么刷壶对了刷壶刷牙对了刷牙对了刷我要找刷在哪找不着了刷在哪里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只有这个字刷在哪里帅你们这边念帅吗算数的算啊你们不说刷对我们念算帅的原来是这个字帅的那你这是刷涮羊肉你们这涮羊肉我知道但你们这是刷什么刷壶你不是涮壶吧是涮壶还是刷壶可是我们通常是说刷壶对刷壶但是那个字是涮羊肉的涮OK 刷 is to brush OK you can see the water radical OK 所以刷壶但是是涮羊肉哎涮壶他给我涮壶啊刷而且是一声的不是四声的、我最喜欢吃涮羊肉了但是你再来我的 OK好 clean the teapot
二十二是什么？二十二是什么？啊？归位，归位，对啦。归是回家的意思哈，是归位，回到位置去。归位，归位，位，归位，啊，归位，归是回归，to return， OK， 回归。好，归是回归 ，to return。OK， 位是位置，对对，归位，回归原来的位置，把茶杯，把茶杯回归到原来的位置。OK， 回归。香港是哪一年回归的？1997吗？1996吧。回归归位，回归 OK。还有一个第二十三是什么？轻中，对了。轻 is to wash， 中 clean， 轻中 clean the utensils， 轻中，好，轻中，很好。I will send this to everyone, so you don't need to write it down. If you write it down, you do it. Reinforce it. OK. 好，二十四，最后一个。收杯。收杯。Collect the cups. 收杯。收杯。对呀。好。收杯。好。This next week. We'll bring lots of really nice tea. We're making a demonstration next week. Who wants to?体验一下 ，wants to experience this for real。老师会再示范一次的。对。老师在 ，the teacher will demonstrate once more， and then next week， I hope I'm gonna bring ten kinds of tea for the sake. So I hope 10 people will one-on-one demonstrate one tea， and then we'll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as.But there is one thing I would like you to do. I would like you to say the procedure when you're demonstrating the tea. Wow! This is why I'm doing this. I'm doing this for a reason. Okay? So next week, if you want to do this, we'll film it for you. Okay? And then you have to say each procedure when you do the tea demonstration.Wow. Okay? Who wants to do it? Can we have some volunteers? Because we need to bring the implement. If nobody volunteers, we'll bring nothing next week. So, 怎么样？谁要来？谁要做一做？你们要不要做？来去试一试啊，没关系啊。We won't put on YouTube for you. We won't do that. It's just a souvenir for you. Okay? Anybody who wants it? 要不要？要不要做？好，好，已经有
就给你们哈。Okay, so put it online so you can do it straight away. Okay, you can practice. Okay, we've got one volunteer. Any more? We need 9 more. Yes? Come on, be brave. Come on, be brave. Yeah, any more? Who wants to do it? Would you like to do it? Okay. Second one, Jojo. Number 3, you're presenting next week, right? Shama? Crucial moments, do not go to the toilet. You come back, you end up doing something. So next week, would you like to demonstrate how to make a tea? We bring new teas. And when you do it, you need to say the each procedure. And we'll record it. We've got 2 brave volunteers already. You're number 3. How about that? Okay. Oka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number 4? Okay. 4. We've got 4. 4. Would everybody on this side do it? Everybody does it. Okay? You want to do what? Huh. Lala, 要不要做？应该不会做哈，应该不会来。应该不会来。OK， 那你们呢？要不要做？不要弄了啊！啊？你 ？You can't come. OK， 所以你呢？可以吗？哦 ，You have the baby. If you come, you know we'll get you to do it. How about you two? Would you like to do one? Come on, Thomas. Yeah, Thomas. Commit yourself. Come on. Come on. I can't offer you wine because you're the expert. I can offer you 二锅头. No, I can offer you 高粱酒, which is not as high as 98%. I cannot promise, but I will try to come next week, but I cannot be sure because next week I depart. Okay. So, oh, you depart. Yeah. If you come, your friends, can they come? I hope so. Can you get one of them to do it? Bribe them with something? I can't promise. Maybe both of them. Okay. Would you like to do one next week? Yeah. 要不要吃饭？ Okay, 好。So we have about a few people. That's good. Would you like to do one? No? Okay, 好，没问题啦，没问题。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I'll try to bring as many keys as possible. Okay. 好，现在，send the.Yeah, I have enough. I'll send this file to you straight away, huh? Otherwise, I will forget. This one. Did everybody sign up? Oh, 现在那个反馈也要给他，反馈这个反馈给他吧。上次的也要收回来。老师他。
同学有拿到了耶。没关系，没关系。OK， 钱这次不用了。好，这边有拿到了吗？嗯，应该是有发的。今天的。对。OK， I've sent it to everyone already. OK， 没有。每一次都会有，所以它可以针对今天的顺序的来做写。都写上去了，我这个前面都是。说下礼拜要示范的东西。对对对，都写了，都写了。请问老师，哎，我要就好，好，谢谢，好。